想要跟我们前面几个款式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的伊珊露丝系列的内衣。好了，伊珊露丝呢，这也是华歌尔的品牌内衣哦。那你会看到它整体的设计感啊，是比较稍微偏华丽一点点，轻华丽的风格。好，伊珊露丝呢，它的鞋宽9.5公分。细致清透的网布，另外它用蝴蝶结的造型呢来收拢胸部，所以它的外形是浪漫甜美，而且具有提托塑造美丽胸型的效果。那么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前中心的部分哦，在胸部前中心，它是采用环状带来装饰，收拢蝴蝶造型网布，将环状带固定住。所以透过饰带呢，就可以左右移动来调整胸型。其实非常多人看到伊珊露丝的内衣呢，大部分都是被它的一些刺绣蕾丝啊、浪漫花朵的浪漫氛围给吸引住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它整个内衣的设计感、外形的部分是非常非常浪漫、非常漂亮的。但是在机能面呢，我们该注意到的也都注意到了。采用的是吸湿排汗的透气双向弹性网状金边布，另外呢，它采用的是美背的设计，各位可以看到背部的线条，精致秀气的小 U 型美背设计，还有齿滑的提花肩带，搭配上刺绣花片，哇，整体感设计起来真的很浪漫，这是蝴蝶蓝的色系。好的，再次跟大家分享一次，它是以蝴蝶结的造型来收拢胸部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前面就好像就是打了一个蝴蝶结，非常的漂亮，同时还可以收拢你的胸型。在外形的部分呢，使用多彩刺绣的蕾丝，浪漫花朵的浪漫氛围。所以我说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，当然外形也是大家选择的最大重点之一了，因为你内衣穿了，你自己照镜子看的心情舒服，走出门你走路都有风，对不对？就觉得啊好开心哦。所以这一系列分享给大家华歌尔伊珊露丝的内衣，蝴蝶蓝的色系，搭配的是低腰三角款的小裤裤。那么在内裤的部分呢，你会发现上面一样采用的是我们这个蝴蝶结的造型啊，然后有刺绣蕾丝浪漫花朵的浪漫氛围，上下身都搭配到了，整体感呢设计感十足，而且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浪漫。使用吸湿排汗的透气双向弹性网状金边布，所以透气感我们也帮大家做到了。其实各位从第一套啊看到这一套，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华歌尔呢在夏季推出的内在美，大部分都会。